各位观众好，我是陈芳明，欢迎收看《台湾新闻学史》。我们上一次谈到七零年代啊、呃，作家的诞生，大部分都是经过三十年的培养，受完啊、呃、社会教育啊、呃、正规教育，然后在政治启蒙、社会启蒙之后，他们才。 有自己的世界观，他们才有自己的美感。所以呢，大概经过三十年之后啊、呃，这些一九四零年代出生的时候呃的世代，都在啊一九七零年代开始活跃起来。我当时在台北成立一个诗社，叫龙祖诗社。那龙祖当然是代表中国的的那种象征。 啊、呃，当时根本没有什么台湾意识。在一九七七零年代，你成立一个诗社，那当时还没有推出联合国，还没有《上海公报》，所以我们都自己以为是代表中国。那当然，后来对这样的命名是感到很懊恼，就觉得说自己为什么没有早一点啊、呃、成熟，然后认识了整个台湾的。 社会客观环境，那我们这一个时代的思考跟陈应真他们那个时代的思考方式有什么不一样？第一个就是对文学的想象不不同了。陈应真他们那个时代一直相信，所谓文学是非常非常优雅、非常高超的，而我们这个时代却不是这样了。 我们这个时代就觉得说，啊、呃，写文学也是可以娱乐的。那这一个这这样的一个啊、呃、观念的改变，当然就代表了我们对于啊、呃、文学的感受就也就不一样。那么我们在七零年代登场的时候，就四零年代这一群人，第一个。 他们第一次看到国民党是如此不堪。从小学教育一直到高中到大学，我们的整个教育，我们都是被教导中国是很伟大的，那台湾是代表中国。可是没有想到退出联合国的时候，我们才知道啊，原来中华民国是一个虚构的一个名称。那我们的整个文学观念。 也因为政治环境的改变而改变，特别是啊、呃，整个台湾社会开始孤立的时候，他们也会觉得说，写诗难道只有个人的表演吗？难道不不能跟整个台湾社会结盟在一起吗？第一次我们感受到文学跟政治是非常非常密切的。 你不可能看到台湾啊、呃、退出联合国，看到美国跟中国总理周恩来签订《上海公报》的时候，都完全没有感觉，那是不可能的。我们用诗，虽然它是很薄弱的一个表现，我们开始在诗里面也慢慢的暗藏一些批判意识，然后批判当时的国民党。 由于时代不同，世代不同，诗风也开始出现风格的交替。我们一九七零年代崛起的这些作家，发现我们跟上个世代的那个现代主义运动者是不一样的。在那个时代，一九六零年代是现代主义最蓬勃发展的时候，这个我们在前面的啊。呃 录影里面也有提到了，无论是小说家、诗人、散文家，在一九六零年代，他们都希望能够用最简练的文字，释放最丰富的意义。那那一种浓缩的语言，或者是艺术的表现，都是非常浓缩的。不管啊、呃，一个小说。 或者一行诗也好，它充满了各种象征。短短的一行，它就要夹带丰富的意义在里面。这对我们这个时代来讲，那一种表现方式，已经跟我们不太合我们的胃口了。不仅如此，当时的现代主义者他们比较有洁癖，他不希望把柴米油盐写进他们的诗行里面，或者是。 写进他们的小说里面，他们都是非常精致的心灵，写出非常精致的文学作品。到我们这个时代，我们就慢慢把生活现实的许多看到的现象，我们都把它写进诗里面了。所以在七零年代跟六零年代，一个最大的不一样就是。 他们一方面是用浓缩的语言，然后他们在啊、呃、诗的表现里面充满了象征，而我们这个世代不是，我们这个世代就是见到什么就表现什么，那这这种方式我们就叫做叫做现实主义或者写实主义，就是我们看到现实环境是长什么样子，我们的诗我们的小说就让它反映成什么样子。 我们这种写实的方式，就带动了整个文学生态的转变了。在那段时期，退出联合国、上海公报那一段时期，也就是从一九七零年到一九七四年，我们看到太多太多的诗社诞生了。那些年轻的诗社，像我个人所参加的，就叫龙主诗社。 然后师大的一群诗人，他们叫做大地诗社；台中一群年轻人，他们就把自己啊、呃、叫做后浪诗社；中国文化大学有一些诗人，他们就去创办一个诗社，叫主流诗社。然后另外一个是啊、呃、在南部的年轻人办了一个暴风雨诗社。那这种命名的方式有没有发现？ 不管是龙族、大地、后浪或者主流，其实都是跟当时的文化象征啊非常非常密切的。这一群诗人的诞生，就是我的世代。我们大约都是一九四零年到五零年之间。我们对世界的认识方式，已经不是只有啊、呃、靠我们的想象。毕竟，在当时的戒严时代。 你写出来的任何字句都要受到检查。我们不可能可以自由的奔放。我们没有战争的经验，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我们没有中国大陆的经验。像陈映真、黄春敏他们那个世代，他们是一九三七年出生，而我们这个时代，反而是受反共教育。我们没有中国经验。 没有战争经验，但是有反共教育，但是我们这一辈子从来不知道什么叫做共产党，完全都是从字面去了解，从政治宣传去了解。那这种脱离现实的宣传，让我们开始对整个现实表达不满。我们所看到的那一种啊、呃、外交挫败的那些事实，其实我们自己内心也是有挫折感。 觉得为什么自己的国家那么不争气？然后每个国家要跟台湾断交。我们对文学的要求就开始慢慢讲求实用性的。所谓实用性呢，就是说现代主义时期，一位诗人在写诗行的时候，他一定是要讲象征啊、暗示啊，或者意识流那样的一个呃。 表表现的方式，或者文字语法，它可以跳跃或者切断，啊、哦，它可以用这样各种方式去表达。可是我们这个时代不是，我们这个时代面对的是退出联合国、钓鱼台事件，然后中美发表《上海公报》，就觉得那个政治的危机感，其实已经在压迫我们的生活了。 而且也强烈感受到台湾的地位岌岌可危。那这是一个呃，跟上个时代完全不一样的。我们觉得诗要怎么写，诗应该跟现实社会结合在一起。那这是我们跟前现代不一样的。前现代现代主义运动者，他们看到的。 议题是他们的精神层面，他们不一定是看到台湾的社会现实，我们这个时代开始看到台湾社会现实，而从一九七零年代开始，我们已经看到农村的问题、劳工的问题、污染的问题、政治的问题、环保的问题，这些议题在过去的现代主义运动里面。 从来没有人去触及，特别是劳工问题，还有环保问题。我记得一九七零年代，台湾流行一本书，叫做《寂静的春天》。美国是因为除草剂，那台湾呢，其实也开始出现环保问题。那台湾的环保问题，最主要的是加工出口区，就是外商来台湾投资，每个人都污染台湾的河流，所以到一九。 七零年代，这个议题就出现了。我们休息一下，广告之后请继续收看。欢迎各位回来收看《台湾新闻学史》。当台湾的意象成为啊文学的主题的时候，我们就。 渐渐的跟中国疏离了，所以，我们这个世代是台湾乡土文学运动的世代，是跟开始与中国陌生化的一个世代。一九七零年代，我们这一群啊、呃、知识分子或者作家，开始有新的觉醒。当时啊、呃，只要是退出联合国、钓鱼台运动。 爆发的时候，台北常常都会出现示威。那国民党他就是用这种方式，就是说你退出联合国的时候，他就呼吁把所有街道都挂满了国旗，整个好像是在庆祝国庆的样子。其实那是台湾最失败的一个阶段。一九七二年，我们看到一套很重要的书籍，那就是。 中国现代文学大系，这是由巨人出版社所出版。出版现代文学大系的啊、呃、缘故是，他们把一九四九年以来的重要的文学作品啊、呃、都收进来了。当时我作为一个新时代的作家，我的散文也被选选进去。当时我就觉得说，原来我的散文还是被肯定了。 那这这是一个很强烈的暗示，就意味着你以后似乎可以朝向这个方向继续走下去。那么，中国现代文学大戏它的重要意义在在哪里？它其实是要总结一九五零年代末期到一九六零年代为止所有的现代主义艺术的成就，都收入了那里面。这个大戏的总主编是余光中，那。 新诗的主编呢是洛夫，那洛夫在选这个诗诗人作品的时候，他把所有的年轻世代的，呃的作品全部都排除在外，而且在那个诗的诗的那个文学大序，他写了一篇序，他讲了一句话，在未来三十年，我们不可能看到一个重要的诗人出现。 那讲这句话是把我们当时，啊、呃、这个时代的人全盘否定了。所以《历史刊》的一些年轻的诗人，他们开始写出批判的文章，然后跟洛夫呢开始对峙。那龙子诗社呢，在一九七三年的时候，就开始编一套诗选，叫做《龙子诗选》。里面的前言已经提提到了。 我们一定要开始关心此时此地的现实。那当然讲这句话，就是此时此地的现实，就是不要再写中国了，写台湾就好了。那这样的一个转变，在一九六零年代是不可能出现的。那跟我们同时起的另外一个诗社，叫大地诗社。那大地诗社当然以台湾的土地为主。 大地诗社，他关心的也是现实生活，这个跟现代主义运动者在关心他们的内心世界是不一样了，一个是内心世界，一个是外在的现实世界。那么，我们这些刚刚崛起的这些新生代的诗人，开始呢，啊、呃，写出自己对台湾的感受。 台中有一个诗社叫霍浪诗社，那很重要的一个诗人叫苏少廉，苏少廉到现在还是一个重要的写手。他们这个诗社也开始对前辈诗人表达不满，所以呢，一个新时代诞生的时候，全行代的人就变成我们的绊脚石我们当然就开始啊、呃、批判他们，抵抗他们，然后希望开出自己的格局。 尤其是，我们都觉得我们这一代的人是真正的两只脚踩在自己的土地上，这样的一个呃转向，就变成我们的诗的关怀。一个新时代到来的时候，最后都会发生论战的问题，因为一九七三年，一个归国学人，他的名字。 叫做关杰明，他事实上他不懂中文，他因为在外国受教育的，他就啊、呃、在中研院啊、呃、做研究工作，当时有一些啊、呃、现代诗已经翻译成英文了，所以关杰明他是读了翻译成英文的台湾现代诗，他读了，他就觉得说。 为什么你们这些人都用中文写，然后翻译出翻译成为英文的时候，我也还是看不懂。关键敏是读博士回来的，他不是不识字的一个人他是觉得说，你写出来是不是要让你的读者有所感受吗？你不要说中文，大家都觉得很晦涩，非常难懂。你翻译成英文的时候，也还是非常晦涩。 非常难懂。那在这一点上，他愤怒了。他写出了两篇文章，一个叫做《中国现代诗人的困境》，一个是中国现代诗人的幻境。不管是不管是困境也好，或者幻境也好，都在指出台湾现代诗人他们在精神上找不到任何出口。那。 写出来的幻境，是因为他们有很多太多的幻想，出现太多的幻象。那这这样的一个文字呢，翻译成中文，然后在中国时报发表，没有想到哇，引起的那种震撼呢、啊、非常强。在一九七零年代的台湾报纸，跟现在的台湾的报纸是不一样的。 因为我们能够接受到的资讯非常少，所以只要在报纸登出来的东西，全国都在看。像现在的啊、呃、报纸，它还有网络版，然后还有各种资讯，你要得到什么消息都可以看得到。那引起震撼的时候，年轻诗人啊，每个人都站在关杰敏那边，他们对前世代，譬如说《创世纪》那一群人。 或者兰青诗社那一群人，就这群人他们写的太过现代了。按照关杰明讲啊，这是用中文写的英诗啊，就中文写出来的英国诗啊。所以他这这是当然是很讽刺的的的那个贬值、啊，那没有想到关杰明写出来的以后，当时在海外曾经参加保钓运动的一个左派知识分子叫唐文标。 他也开始发表长文了。汤文彪是数学系的，然后他是归国学人，他在台大的数学系当那个啊、呃、外籍教授。哦，当时归国学人回来很多，例如张系国，例如杨牧，都是当时的啊、呃、归国学人。他们这群人是从美国回来，可是他们有能力在台湾啊发发发表作品。 而且写出来的专书都是得到很多人的瞩目了。唐文彪后来他在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叫做《江碧》的现代诗，我这个是非常非常强悍的一个批判，而且是非常刻薄的批判，因为现在诗不仅僵化了，而且死掉了。他说这种诗有多少人看得懂？ 没有人看得懂，你居然一天到晚都在写这样的东西，所以呢，一九七零年代初期，就是一九七二到一九七三，就出现了一场波澜壮阔的一个新诗论战。那新诗论战呢？啊、呃，一旦出来了以后，被批判的前辈诗人有哪些人？就是余光中、郑愁予、洛夫。那这些人。 他们所写的，当然就是把他们等量齐观哦，啊、呃，当然是一个有一种带着一种怨恨在在抨击他们。事实上，我们现在从二十一世纪回头看余光中、郑愁与洛夫，他们事实上是写了许多经典的作品。可是，是因为关杰敏写那样的啊、呃、文章之后。 那一种积怨已久了，就使很多年轻时代找到一个那个发怒的一个出口，所以开始批判他们。那么这一种论战不仅仅是在新诗，我们也发现这场论战也慢慢扩散，然后连小说界的人也没有例外，都开始被啊、呃、被。 强烈的批判，首先是他们是希望个人的美学应该有空间可以跟台湾现实生活啊可以互相对话。你不可能说我关在家里写出来的一首诗，写出来的一篇小说，然后就可以不管读者他们的感受如何，文学。 就是说，作者跟读者本来是一种对话式的关系，而不是一个是不断的被看的，所以这场论战后来就无法收拾了。我们下周同一时间，请继续收看，谢谢各位。